从此探讨礼品同时十分钟变得一行松穷有有个立法的问题，如果杀气过有法律也过团结，一旦清楚总会哄把公的提防故事，特别用老人家屯生意的穷下好习的方式，而屯拜把公相关的传统礼俗是忙熊熊下去。用品攀发归神仙的金马宫为求平安，也平东从此探讨出不是为看到的画面。2303年的中诶，就有九尊八公。杀去见面，视同去做田野调查，记录八公的来历，而清楚中诶发展的头来面去。制作的八公，本用人肉探讨中诶开宗诶嘛，先民伫泰陆过来诶先民，第二。做一个总体的时节，伊为了讲啊，心里伊的儿童所做的。总爱读最老的八公是葵庄八公，第二老的水口八公，村庄公皆是喺伊万岁高岁的时节的保护神哦。水口八公的来历啦，一出八公人呢。啊，安尼啦，像啊七八十岁，塑料件安尼做生意呢，都一出题啊。安尼北宫呢，一出呢，对天桥啊吼，水桥北宫，都保护安尼呢，也个状况个，他安尼呢平安，啊，也个事务也都一块就改好。大帮他安尼呢共同记忆，希望村民万古了解总个红个历史。探讨沙溪发展消费，万古作为纪录片，而用影像屯北宫即时信仰流传下去。俺哋当初上到俺哋探条村，没有什么，只有八公最多，所以有九尊，我们就想着说啊，那我们来把这个九尊的八公，把它的由来，还有它坐在哪一个角落，我们把它点出来，怎么拜八公，八公按用拜方式，我们都把它记录下来。也贴到安老的攀法是六对天气精神为用到的哦，家家路是为用六卡门头为中的新灯法，也是岩板法也到贴到岩岩来象征岩门。还远一点，不要直接塞进去，要插进去里面。八公信仰有行业全强的内涵，从系金八公用的盘法，家家系用门头种的包含新灯法、岩板法也都扎个就用。盘法按用的贴，探讨沙溪发展消费，未用老人家屯生意的向下学习的方式上上下去。安尼种爱多的老人家就感觉自家万有用，同时生意的每家添的多提防文化相关的知识屯技术。哦，贴盘花，我先用个呢新灯花，哦贴壁岩，贴壁岩呢吼，啊下面吼，然后用一条呢扎的那个花吼，就给它塞进去，塞给它满，很扎实。先用那个海鲜灯把它叠上去，最后再把那些花插起来，要用手这样子捏捏捏。我们把一些放到这里当装饰，然后把一些放来。就把一点点白色的放在这，不同颜色的就直接把这个拨开，然后插进去，有洞洞的就插。就看到大早大早久久的耶稣，带灯子谢谢的耶稣，一步一步向下好走，贴出规盘的赞满老的盘法，从面看起来怪温馨。俺讲俺唔记得盘法，做乜嘅客家人我有盘法，做乜嘅我做盘法，讲俺系佢希望移民一个活动，可以把俺哋学生嘅地。安尼攀花的意义，嗰个也个好个精神可以传承下去。叠攀花要叠得满满、饱满、饱满，表示说圆满，好，什么都是很顺利、顺圆满。那如果我们拜完了以后会干燥嘛，我们就把它晒干燥以后，我们会装起来，然后放在袋子里面，然后洗澡，洗澡可以净身。阿公阿婆乾隆生意的行修来点攀花作品，可以用手捏一等满足，也一等有自信，对自己很有自信。我们就开始在教这个攀花，教完以后，等于他们是老师了，然后就教给小朋友。我们从幼稚园、国中生、国小，我们都有。
老幼共学吼，不按你的资吼，按你的啊，小朋友去辅导讲，按你要用对当按你中批来孝顺吼，啊按你中批嘛，天的经验做传承上，按你有提供第三期，有提供一个插盘法，啊一个盘法系关于传统的一个按你客家的文化，啊嘛不要着装扎吼，来教按你小朋友用你插盘法。金板工为用多位缝板、推背板，每做唔得，我传灯下去。咱们做很多陪伴，啊，二陪伴，咱们下面做陪伴，去用头拍拍，不使拍得拗不倒。翻过来，翻过来，你这样子手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慢慢的用。阿公阿婆带灯烛，生意呢提速好，又老又热，做好一家生意，投入的缝板。要做缝板的时候，要先把面团这样搓搓搓，搓完再把它压扁，接下来放上红豆，旁边就是这样挤挤挤挤挤，然后中间要多一点面团，旁边要少一点，它才会破掉。然后做好之后，放在芭蕉叶上就完成了。三下来，这个由沙溪管饭店的厨官85岁的郑秋雨，搬到龙床独住，一万九，而郑的脑有嘛个优良？煮起来我茶饮，咱郑的两三壶呢，就我茶饮。阿母吼，伊会变阿婆的面啦，我郑那老老。阿俺呢希望说，哎，借着一些老幼共学的方式，可以分录音干嘛的？讲，哎，一下生意呢，爱好嘛个，个阿恁的生意呢嘛的，干录音，干阿恁的长辈，安样的相处，样可以相处的更过好，个过去又可以干一个钱，干一个相处的方式，带过一本我卡的长辈。对前总头包工的故事团两边，再过多老人家团生意的向下学习，传承天涯金包工的传统艺术。谈头村人老老嫩嫩向下贴盘花做缝板，用一根刺苗搭边轻松的方式，团菜底下个特色上上下去，而传统家吃又有味新的面貌。